各位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永通汽车邦彦，今天向各位介绍一台2020年9月份 Zinger 跑少，而且全车原版件汇丰查验师已经认定完毕合格，可以保固2年5万，向各位介绍一下。真心为您把关，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这部车有经过汇丰的技师刚刚来查过全车原版件的封条，汇丰提供2年5万，引擎、变速箱、方向机总成、启动马达、充电机，所以说来讲话，它每一样的保固都要贴封条，以示负责。这台车的公里数跑得非常少，它跑了31465，非常少的公里数。Zinger这台车的配备非常丰富，真皮的方向盘，电动可折后视镜，灯光的角度，它有四段，六类似于高档修理车轿车的那个配备，循迹防滑系统，双安全气囊，定速。有时候来讲话，我们去中南部玩的时候，车子比较少，这个定速用起来是很方便的。后座载物空间非常大，你如果要用到比较大的空间，两个椅背收起来很方便，这边我再给它收起来，它的空间就变成 double。如果你要做所谓的商用行为，夜市、路边摊，甚至说打个比方，我们要发财的好朋友、直销的都可以用到，空间非常大，很方便。Zinger这台休旅车、客货两用车，甚至说要露营的好车，它的配备非常方便，而且非常便利。像我们椅背要收折非常方便。Innova 原则上来讲，换 Zinger 差别就是说 ，Innova 这个椅背掀起的时候有一个凹陷处，但是 Zinger 后座非常平整，而且一秒钟就掀上来。所以说来讲话，你要用到露营啦，或是载货啦，或是因为某种因素要用到比较大的空间，这个马上一秒钟就 OK 了。还有后段冷气，所以说这部车来讲话，原则上是属于比较高档的，有后段冷气，而且有钢圈。2020年9月份白色金格，有后套冷气，车子非常漂亮，公里数很少，汇丰通过认证。有兴趣的好朋友请过来参观看看，这部车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。感谢有你，实在就是 SUM。